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蹦蹦，欢迎收看本期的主要是常识。鸡蛋富含蛋白质、脂类、维生素和其他微量元素，是我们日常饮食中常见又营养的油脂蛋白类食品。虽然鸡蛋常见，烹饪方法也有很多，但是若问到如何把鸡蛋的营养价值发挥到最大，想必大家都不太清楚了。吃鸡蛋的四大误区。误区一，迷信土鸡蛋。土鸡是指散养的，没有专门饲料，主要以虫子、蔬菜和野草为食物的鸡。很多人都觉得土鸡蛋应该比养鸡场里圈养的吃饲料的洋鸡蛋更好，但检测数据并不支持这种推测。比较而言，土鸡蛋的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胆固醇、钙、锌、铜、锰含量略多一些，而脂肪、维生素 A、 维生素 B2、 盐酸等略少一些，其他营养素啊差别不大。误区二，鸡蛋吃太多。201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周不要吃超过7个鸡蛋，当然如果食谱中奶类、肉类和鱼虾摄入不足，或是特别喜欢吃鸡蛋，正在健身需要补充蛋白质的朋友啊，适当在营养师指导下多吃几个鸡蛋也是被允许的。误区三，隔夜吃。鸡蛋如果充分煮熟后是可以隔天再重新加热吃的，但是半生熟的鸡蛋万万不能隔夜再吃。鸡蛋如果没有完全熟透，在保存不当的情况下容易滋生细菌，导致肠胃不适、胀气等情况。误区四，过敏仍然吃。一项针对中国3到12岁儿童的研究表明啊，8.4% 的儿童有食物过敏，其中对于鸡蛋过敏的人数最多，占所有过敏人群的一半以上。其他常见的致敏食物还有牛奶、海鲜、鱼等等。鸡蛋过敏的人要注意看加工食品标签，有时上边会提醒含有鸡蛋或其他致敏食物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感谢关注就是常识，了解更多常识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